欣赏相声《金龟铁甲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礼物，嗯，特别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让我特别的激动，放眼看去，今天有好几千观众哈，得三四千了，三四千观众，嗯，就这么几个送礼物的啊，这稀泥丢人，看不起你们，尤其你们投语盘啊，真是一个比。一个比一个有钱，对不对？对，买头一排，花那么多钱买头一排，是不是觉得傻了？啊？没想到这么累吧？八小时看下来累死你。对，颈椎都得出问题了。看什么演出？这样看。但是虽然你们花钱了，你们得仰视着我们。后面的朋友大家好。哇，二楼也有人啊。哇，二楼的朋友你们好。我、哦、二楼就吵架。哇，你们坐那么远啊。好，真远。是。谢谢你们，为什么坐那么远？是真的没有钱吗？咱这人就是这么得罪的，去哪儿都得罪一批人。不坐的也太远了，不过二楼好啊，二楼。二楼怎么好？哎，平视，你知道吧？平视看见。你干嘛来了，姑娘？你花了多少钱走一圈？姑娘，我刚刚请来走台的呢，我。啊，干嘛的这？进去不容易吧？上厕所了哈，谢谢谢谢。姑娘可能也是坐得远，没看清长什么样吧？我也爱你啊！我住在那个……去去去。就你来到国外了，你大伙开心嘛，对不对？老公，谁看老公？好，宫斗戏这是吧？哎呀，真好，尤其是坐在最中间这坐最中间，最中间是最舒服的啊，最中间这一排人啊，千万不要喝水啊。对，出去尿一趟可累了。上个厕所，你得扒了二十多条腿，你。好家伙！谢谢，老公你最累啊！还是你媳妇知道啊。不要瞎说啊！是，有人在录像啊。不录像还不说呢，我这真要是传到国内，真的不好。家里边打架，嗯，好了，咱说正事儿吧，好不好？嗯、咱是卖的票的，咱不能光跟大家正事儿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先做一个介绍吧，好啊，因为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。对，准有，准有。不，我要不做介绍，接下来我不会说，知道吧？城市化了。哎，我叫小月，对，他叫孙越，我们两个人搭档。对，合作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，七年多了啊，有一些个默契。嗯，我也比较喜欢他。是啊，这位老师就是很憨厚。哇，嗯，特别的儒雅。怎么自己不相信自己啊？
我自己都不信，真的。有修养啊，这能真的有修养，就是不急不躁。哦。也有钱。脾气好啊。脾气好，有钱。不过说不好听的啊，就昨天晚上怎么了？不太顺利。嗨，主要赖住这地儿，输了。不能提啊，不能提。心情刚好一点，我是不是？眼泪滴在心里，对不对？对，是输了，血还流呢，输了20000澳币。我劝他半天了，其实我只当扶贫了。你看这个心态好，心态好，输了20000澳币。是，你没有钱了怎么办？就带着助理去到处找吧台，找吧台说那个给我开发票好不好？那个机场那儿我去退税，我能退2000块钱回来，好吧？那我比他强啊，他去赌场玩的，每把就压300。我说压这么多干嘛？这号能退税。那就是低于300不给退税，我才拿着20000，我就要票去，都不全赖给你吗？我是瞎玩，咱也不会。我也不是不瞎玩。人家确实有钱，家里富6代。你都富2代。人家富6代。我怎么富6代？俗话说得好啊，富贵无3倍，清官不到头。人家里富了6倍。6辈船。就这么有钱。呵呵呵。他父亲，在北京的通县。我父亲。有一外号。北京的通州区。啊。什么外号？大菜猪。这个名字响亮啊，大菜猪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了不起。你别了不起了。我没明白你要说什么意思。说这人有钱，大菜猪。有钱大。有钱叫大菜猪啊，有钱叫大财主，那还大菜猪了，还你爸爸还萝卜兔呢。你爸萝卜兔不是说话，财主，大财主，财主吗？这么说你爸爸财主，你爸爸刚征。不是说话，谁爸爸财主刚下锅是怎么着？财主，大财主，有钱人，特别有钱，是。哎呀，人长得帅，我父亲，人高马大，是。他不随他父亲，没随父亲，他随街坊，哎。这个人呐，一旦随了街坊，就是就稍微有点蹊跷。废话，太蹊跷了，我怎么随街坊呢？别生气呀。废话，我说你随，你不生气？你随你妈妈。我妈妈。你妈妈叫街坊。是我妈妈叫的街坊，是我妈妈叫的。那我不知道啊。废话，你说清楚。我直说你妈叫街坊。我妈不是自己说的是我妈叫的街坊吗？不是，谁是谁妈叫街坊啊？杰芳，王杰芳，这叫杰芳，小名叫邻居。哎，还是隔壁的。有钱，有点钱。这人哪再有钱怎么样，也有吃完了花完了的时候，在这家里，对不对？对，人家里有一件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。吃完花不完的宝啊？什么呀？一朵。干嘛呀？跟我表演。谁跟你表演？假装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。我家里边聚宝盆。不是，我这纳了闷了，这都新时代，你怎么还这么迷信呢？谁迷信了？那聚宝盆都神话里那聚宝盆，那金子银子往外蹦。咱现在那聚宝盆就是春节过节弄一塑料那个顶，完了那个麻点那个塑料的元宝一踩，他说没有，还装呢？假的，还装呢？我装什么装啊？我给你个奥斯卡行不行？小金人最佳表演奖，真能装，真能装。你给我那有什么用？你给我点筹码不好吗？你给我那干嘛？我还变现去，我还得。我家里就是没有，没有的没。我有那个，我还能我去赌场吧。没见过？没有。胡说八道。真没见过？骗人了没有？我见过。这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对。我们家的宝贝，我没见过。你愣会见过？怎么了？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
是这么回事儿。前两天啊，我去北京的西单去旅游，正好、啊、哪儿？西单去旅游？对啊。你也没去过远地儿吧？西单那是逛街呀。我西泥人，我上那儿跟你躲开。你别糟践西泥了你。西泥又长这个损样了你看。怎么后边才乐呀？怎么后边可能刚看清楚长什么样啊？你乐这是这个包袱吗？啊，这我上西单去买东西逛街，路过他们家，我们家住那边，我一看孙宅。对，孙宅，这个孙宅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个孙宅，我抽你干什么？你还让你骂什么街呀？谁骂街了？你当我听不出来呢？大舌头骂街，孙子骂不清楚叫孙宅。那指着娘孙宅，孙宅干嘛呢？这事儿等会儿开始骂我好几句了你。孙府行吗？老孙家。哎，这我得进去瞧瞧啊。瞧瞧吧，有日子没见了。是，啪啪啪一打门。对，打里边出了一人。谁、哎、呀？我一看，嚯，刘大爷。哎，刘大爷。我说刘大爷。哎，您好啊。哎。哎，岳老师，岳老师，岳老师，等会儿，老孙家，对，我们家，嗯，敲门，出来一刘大爷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怎么出来刘大爷了？啊，街坊他应该叫刘月，知道吧？是这么回事，刘大爷上你们家呀串门去了，串门去了？对呀、啊，他给开的门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哦，就顺手帮忙开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那是，您说清楚了。喂，小伙，刘大爷，清楚您好啊。啊。有日子没见您了。是。您身体挺好的。怎么样？啊，我还行。嗯。那个你是？我就不认识我。没瞧出来。嗨，我快递。买快递这么肉头？什么快递？对，长得像个流氓。哎，刘大爷，我感谢人家，我得。你谁？嗯，还我您都不认识啊？嗯，我岳云鹏，我大明星啊！您怎么了您？哎，这话有自己说的吗？你还大明星呢？有没人说的不自己说呗？不是，嗨，小岳，怎么着？你什么事儿？岳云鹏，我说那个孙岳在家吗？找我呀。谁？哎，谁？你等会儿，这是我们家吗？这个孙岳，大胖子孙岳。我来出去了。出去，昨儿就出去了，今儿没回来呢。啊，出去玩去了。怎么着？那你回去吧。哎，怎么替我们家轰人呢？他是个邻居。对。替你们家逐客。对呀、啊。这不合适了。这不行。我说大爷，您这不合适。别闹啊！啊。对。我这样吧，我孙越没在家、嗯，我看看老爷子，好不好？我看我父亲。他有什么好看的？这意思。没瞧这表情。有点意思啊，你听我，你还是看看吧。对，我得瞧瞧。嗯啊，就那句表情，我得去瞧瞧。对，说着话我就进屋了。瞧瞧吧，进屋一瞧啊，嗯，他父亲正穿裤子呢。我一瞧，这是在干什么？那儿，你敲门，刘大爷开的门，一气儿轰你走，完了你非得进屋。一进我爸爸正穿裤子，你能给我个圆满的答复吗？这俩人干嘛呢？我也纳闷啊。你说清楚。我一看啊，嗯，好，这俩人呢，嗯，玩上了，知道吗？我就怕这个。你怕什么？什么叫玩？玩什么呀？玩棋。什么？棋。你这是个名词是个动词？没法说了，各位，没法说了。我以为是悉尼，这是一片净土。你看你一个个这个笑声，这个淫荡。那没你说的淫荡啊？棋哪个名词动词？你告诉我，这名词是？
什么什么名词什么动词，我都不懂。那你把这个话说出来。就是你父亲这边剩一个军长，然后刘大这边剩一个司令，这旗呢？下军旗。对，军旗。哦。对吧？哎，你等会儿吧，那也不对啊。嗯。下军旗脱什么裤子？这俩人呢？啊。谁输了谁脱一件，这是赌注。不像这儿筹码，没意思。不是。俩饭袋老头子。在屋里下军旗，剩一军长剩一司令，俩人脱衣服。您觉得我能信吗？这个俩老头脱什么衣裳啊？这个信不信由你，反正这真事儿，没有这么玩的。我一瞧就是裤子穿上，我说大爷，你好啊，您最近身体挺好的。嗯啊，我挺好的。嗯，你是哪块地啊？哪块地？我小月。不认识。跟你开玩笑哈，怎么着？你今儿没事吧？嗯，我是正好路过这儿，我瞧见你。嗯，啊，你挺好的。嗯，哎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怎么着？听说你们家有一聚宝盆。哦，我得看看眼呢。哇，满意让我看看呢。我都没让看。不是大爷，我听说您家里有一聚宝盆呢。嗯，您让我看看眼好不好？啊，我也是听说，道听途说，您让我瞧一瞧，过过瘾，怎么样？是。话音刚落，怎么样？再看他父亲，我爸爸脸唰就绿了。你爸爸才王八呢。我说你爸爸是王八了吗？那王八脸才绿的呢。就是脸儿唰变了，就是脸色变了，脸色变绿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真有？听谁说的？啊，他说我听人家说的。有没有？我怎么没听人说过？你让我看看眼，瞧瞧吧。小 Z， 小 Z 看见，这也就是你。是换别人都不行。甭换别人，我都没让瞧。我让你瞧瞧。瞧瞧那什么。啊，老刘，你先回去吧。走吧，今儿玩的反正挺刺激。哎，改天一起。哎，您这个词儿都有问题说的。什么叫玩的挺刺激？下棋嘛，你玩的。下棋有什么刺激的吗？玩的挺开心。行，老刘，你先回去吧。嗯，今儿玩的挺开心。你那个含蓄点儿，反正咱们改天。嗯啊，你先回去，再看老刘。哎呦，老刘是今儿吃亏了吧？穿这模样，行吧？你还不乐意的劲儿，老刘就走了。说的话，他父亲把我领到一个密室，密室秘密的房间。哎呦，锁着门呢，多新鲜！挂着一把锁，挂着锁。老头啊，嗯，我从兜里掏出一万多把钥匙。您等会儿开这把锁。您多少把钥匙？差不多大几千把吧。几千把钥匙在裤子里？但那裤子是自己脱的吗？老头站起来，裤子没跟上啊。反正就是，那怎么的蹦啊？没那么多呀、啊。掏出一万多把钥匙，好、啊，准备开这把锁。这是锁坏了，怎么了？老头岁数大了啊，忘记哪把钥匙开这把锁。上岁数犯糊涂。不过他父亲很聪明，怎么呢？挨个试。我蠢着如意，怎么那么巧啊？最后一把就是。那你打那头来不好吗？门也开开了，真香，天都亮了。好看。开一宿门，我中间买了两回饭呢。你也是恶格，我告诉你。这一宿刘大爷来三次了。行了。刘大爷真是亏吃的不小，我告诉你。总算是开开了，进去吧。瞧。进去一瞧，我很失望。怎么失望了？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，啊，一个大铁锅，铁锅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老头骗你。我多少有点生气。我说大爷，您这不对啊。啊。这哪有聚宝盆啊？挺有意思，不是大铁锅一个桌子吗？聚宝盆呢？开一宿门就会逗你。什么大铁锅？对啊，那就是聚宝盆。我怎么证明它是聚宝盆呢？铁锅。说着话，他父亲把手上这个扳指撸下来了，就那翡翠扳指啊，干嘛？放到大铁锅里啊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。是。再看这个锅怎么样？还有一个扳指，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拿出了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这就往外一个一个变，这神奇吗？宝贝啊。当然了，
这宝贝，你太有用了啊！你琢磨，以后就大年三十包一个饺子就够了。吃货呀，吃货，我这不省事儿吗？等段子说不要了，嗯，把这个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怎么样？空锅一个，这就停了。满满一桌子扳指，桌子翡翠扳指，多棒！这是宝贝啊！我说大爷，什么都能变吗？啊，当然了。是他父亲从兜里掏出 一张人民币来，钱100块钱，哎呦，红色的票，大红票。嘿，毛主席，多新鲜呢！放进大铁锅里面，怎么样？拿出来放到桌子上，再看这口锅。怎么样？还有一张，桌就拿出了一张，还有一张，拿出了一张，还有一张。哎呦，我一看这个钱花不了，怎么花不了啊？号一样。你也缺心眼儿啊？你别搁一个超市花呀。是啊。对呀，号一样，就印钞机。等东子说不要了，把这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空锅一个，宝贝。棒不棒？我说我爸不上班，成天那么有钱呢，牛不牛？真牛！我说大爷，我算是开了眼了啊！今天长了见识了。是，我先回去了。走吧，您自己保重身体。嗯啊，那个刘大爷门口等着呢。怎么还等着呢？我先撤了啊！刘老师精力真旺盛。你别走啊，你跟这儿吃饭、啊。我不吃了，我改天再来看您了啊。吃两顿白吃。我送送你。走吧。您别送我，您这么大岁数送我合适吗？没有上岁数人送。不行，我得送送你。对，不行啊，您不能送我。街坊邻居听见了，瞧见了，长辈送小辈儿，对，没那个事儿啊，你回去吧。坏规矩，不行，我就这么轴，我必须送你。我爸还轴，你太红了，我得送你。不是不是，这句是你自己说的吧？行吧，不要脸玩意儿，我必须送送你。嗯，您轴啊，我比您还拧呢。哟，我虽然红，但是我不让您送我。离不开这一句，有一句，你别让他送就完了。我必须送你。哎呦呵，我就不让你送，你给我回去。怎么着？你推坏了。你推他干嘛呀？老头紧推两步。怎么着？坐锅里了。哎呦！哎，你这给他摔坏了，把我吓一跳。那老胳膊老腿的，说的是啊，看见了。哎呦，大爷大爷，起来起来，真说了，您送我，您非得送我，这么大岁数了，玩意儿。脾气又挺大，我跟你讲，土这种，你摔坏了我讹着你吗？爹，我告诉你，锅里还有一个啊！大爷，大爷，你等会儿送我，你非得送我，你真有意思。你别聊了，赶快，没摔着吧？扣，不是扣我，还有一个，哎、又一个。行、哎、行，二位就是挪挪，哎，挪挪。啊，对对，不大会功夫，嗯，弄一屋子这个，哪个？你说让你妈也着急，我妈怎么了？留哪个不留哪个？哎、我全送你们家去吧。后来我想出一好主意。你有什么主意呢？把你妈推锅里。对，哎，没听说。速配啊，速配。咱们这个，你有无数的家。我讨厌你这人，我告诉你，我说家里没这宝贝呢，那么大打卡，还把我爸推锅里还得。讨厌这人，我告诉你，什么人性？我跑悉尼，跑悉尼恶心我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心情就不好，我这更堵心了，我告诉你，讨厌，无耻，卑鄙下流，下三滥。200块钱筹码啊！给我笑一个。零花钱怎么都行，就不能给你，臭不要脸，看见没有？哎呦妈，这是我开玩笑。你别拿这开玩笑。但你们家有钱是真的吧？哎呀，没那么多，宠着你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为什么这么胖？为什么？把钱都给他花了。我吃了喝了。你这辈人特别少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这我这辈人少，对。但他父亲多，你爸爸多，你爸爸都变出来的。你还富得多的你，我把锅扣过来行不行？你扣着没有？那怎么办？送了那个。小门关起来又提一遍，你看怎么你？什么意思？你说这话你？就你父亲这辈人多，是不是？你呀、啊，把那嘴打开了，把那后槽牙张开，
我父亲这辈儿人多。对，咱算算啊，你看啊，对，你有一个大爷，我有一大爷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啊，你大爷，对，对吧？你大爷，是吧？你大爷。有没有骂街的嫌疑？我问你，我告诉你，没有嫌疑。纯骂街呢？对了，我早该骂你了。你骂什么街？这是骂好几句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大爷，对吧？对，你大爷，你有一个大爷，啊、你有一个三叔，我有三叔，还有一个二大爷，我还有二大爷，到他这儿就他自己。老哥仨，哎，先请地一棵苗，你弄弄弄，把所有的钱都给他花，拿去。我后边的对前面我没明白呢，怎么了？我一大爷，嗯，我一三叔，嗯，我还二大爷，对，这里没我爸爸呀。我爸爸哪儿去了？不能，怎么会没呢？没我爸爸呀，我爸爸去哪儿了？这是那锅里不应该这么说啊，你锅里不行了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什么？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，对不对？我管我父亲叫二大爷，你管你爸爸叫四舅母？不是，咱就说，你父亲行二，你就是行二的吧？二大爷干嘛呀？对，老哥仨。对，你看啊，你大爷，我大爷，没儿没女。对，你三叔，嗯，不孕不育。啊，不孕。到你父亲这儿，就你自己。哎，岳伦岳伦，您这概念上有错误啊！您，我大爷这个没儿没女，对。你大爷没儿没女。对对对。你三叔不孕不育。不。你父亲。我父亲还挺高的。对。那会儿就是我大爷就是没儿没女是对的啊。就我三叔呢是孤老头子，他怎么能自己不孕不育呢？对不对？您这不对说的，应该是我大爷那个，就是我三叔。哦，我三叔，你三叔跟你大娘不孕不育，一个不孕一个不育，你大爷很生气，是不是？我们家也够乱的啊！不是，您等会儿，您错了，应该是我这样，我大爷大娘不孕不育，哎，我三叔没儿没女。为什么呢？孤老头子一人一辈子没结婚，老光棍就他老光棍，对，他父亲就他一人，就一个。哎，千顷地一棵苗，对呀、啊，把所有钱都给他了，一子三门不绝嘛。他刚生下来那会儿 啊，我想想，我刚生下来，你想想，十七斤，我妈怎么样啊？啊，顺产。我妈是英雄的母亲，那是没算着十七斤，你想啊，慢慢七斤。我觉得你这身材，你生下来应该二十七斤。不是，你脑子就得二十斤，我看七斤，差不多七斤。七斤，嗯，大胖小子，大胖小子，多棒！是，可是他母亲那会儿刚生他那会儿啊，啊，奶水不足，啊，抱不齐，对不对？就奶水不足的，这很正常啊，母乳喂养嘛。他父亲为了他，对，请了四个奶妈。喂，我请四个奶妈，嚯，都带着奶来的，多新鲜呐！四个奶妈不带着奶奶，那是给我请的吗？你这话说的别扭，都带着奶来的。对呀、啊，早上起来四个奶妈噔噔噔噔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噔噔，又请了一个验奶师。验奶师干嘛的？他的观察呀、啊，外请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花这钱干嘛呀、啊？那谁来？让我三叔来呀、啊。孤老头子万一成了呢？成不了，成怎么呢？验奶师。嗯。早上起来啊。嗯。四个奶妈一人翻一个欧。什么？然后呢？翻什么？欧。欧。猴了。什么猴？九欧，在悉尼都管这叫欧。你等会儿。在你们老家是不是叫欧啊？这是不是河南土话呀？
酒盅，哎，呜声，酒盅，哎，您发酒盅，酒盅，哎，四个奶妈八个奶，别数这么清楚，您算这么清楚有意义吗？不是不是吧？那地球人都知道，你就别算了就。我得说明白呀、啊！你不会太明白了，你知道？万一有那个不懂的呢？没有，都给你懂。你看这大哥就不懂。不能不懂吧？那他不懂嘛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旁边是你媳妇吗？不是啊。四个奶妈，八个奶。行行行，听着跟骂街的似的。把酒盅那挤，把酒盅那淹着，不用一酒就这么点，那么挤干嘛呀？啊，就行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行，行，不用比表演吗？不让我演出来，我难受啊！是是，您演出来我们难受一会儿。那挤，一个一个互相挤，还帮忙点呀？舍不得吗？好好。四个酒盅，哪个酒盅有奶是吧？四个酒盅，哎，弄满了。四个奶妈，哎，四个奶妈站好了，摆成一排。那酒盅干嘛用啊？卷的。太阳晒。晒什么？紫外线一晒。啊。有一层油皮儿，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油奶。啊，花拉稀。哎，对了。哦。有黑点儿不行，不能喝。珍珠奶茶这是。哪个奶妈直接挤出来珍珠奶茶？怎么还有黑点儿呢？我不明白了。黑点儿呢，使劲挤一挤才出来。没听说，哪有黑点儿来的呢？什么东西？太阳一晒容易有黑点儿，一黑点儿这不行，毒奶。有毒奶？哎，只有大人喝，小孩喝不了。大人。哦。太清奶。哦。太清的奶不行。没营养。没有营养。哦。泼到墙上，再流到地上，这个也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收不回来了。哦，说的。合着就这一杯好奶，还给泼墙上了。一看四号奶妈。哦，四妈。四妈奶能喝。哦。好，四号奶妈去喂奶。喂我奶。噔噔噔噔就去了。奶妈给我累，就给你喂奶。这四个奶妈轮流喂我。啊。好家伙。多棒。是是是。格外的疼爱他。为什么这么疼爱他？啊。他小时候啊，就没他之前。没我之前。突然间有一天，他母亲做了一个梦。做梦，梦见南天门开了，天上南天门，嗯，它里边出了一个牛，牛，牛驮着一个老太太，老太太穿着唱戏的衣服，怀里抱一小孩，小孩脖子上有个锁，上写四个大字，什么？长命半岁。哦，然后呢？对，老太太后边呢？这是百岁，长命百岁。老太太后边有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一个人手里拿一大苏拉蜜，苏拉蜜。然后这老太太把这孩子递给你母亲，你母亲接过来，扑哧一乐，醒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行，您有功夫啊，您丰富丰富自己的知识吧。都胡说八道啊，这个谁胡说八道啊？你说半天就那南天门。对了，南天门打开。对了，但里边出了一牛。那不是牛，那什么？麒麟。郭麒麟。郭麒麟干嘛呀？郭麒麟干嘛呀？就麒麟。麒麟跟郭没关系是吧？啊，行。哎，出了一麒麟，一个老太太，那是宋子娘娘，穿着唱戏的衣服，凤冠霞帔，怀里抱一小孩，小孩是我，四个大字，长命百岁，我半岁就死了。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金童玉女，一人手里拿一大苏拉蜜，还苏拉蜜，那叫龙凤扇，那苏拉蜜了，拿俩棒棒糖不好。反正你母亲接过来扑哧一乐醒了，这叫麒麟送子。转过天来跟你父亲一沟通，啊，你父亲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。你看，梦梦相同，心有灵犀。对了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到一个月，啊，他父亲怀孕了。我爸爸，就这么神奇。老娘们送错了吧？也送过你父亲了呀？没听说过，我母亲怀孕。你母亲怀孕了？哎，跟你父亲没关系啊？有关系，有关系。行，这人在你父亲大力配合之下，你母亲行了，就甭形容了，怀孕了。那是，按说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这怀胎十月，我不知道悉尼是不是十个月啊？哪儿都是，全地球都是啊，是不是？
十月怀胎，一兆分娩，是十个月应该生产了，生吗？没生出来，怎么了？人说了过月的孩子贵如金啊，对对对，十一个月没有生出来，过一个月，有人说哪吒十四个月才出生，哪吒他十五个月没有出生，我比哪吒还懒呢。有人说秦始皇十六个月才出生，他十七个月都没有出生，我十七啊，一直到十七个多月，他父亲着急了，怎么这样怎么办？这怎么老刘？你说怎么办？老刘，老刘，不是年轻那玩刘老牛啊啊！老邻居啊，没有啊，没老刘，没老刘。老刘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，这是你的事儿，谁让你要他，谁让你要他了？谁让你跟他过日子了？你问我管什么用？我不管。”老刘不管这事儿。我们家还有宫斗戏是吧？父亲着急了，着急了，那是肚皮上写着呢。我妈肚皮上，保质期十八个月，过期不能要。我妈改罐头了，我妈。你说着急不着急？着急，赶紧请了四大名医，四个医生，四大名医在你母亲身上摸索半天，哎呀，这是怎么流行啊？这不知所以然。好，白摸。大名医请出去，又请了一个九十多岁老中医，老中医号脉，号脉，胸脉，别胸脉是怎么着？一个胸脉就是号脉嘛，这儿啊，这儿啊，这儿大方墨嘛，肾关尺大方墨，对，哎，号出来了，号出来了，先生啊，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您的夫人啊怀孕了，出去。十七个月看不出来啊，你给我走，眼瞎是怎么着？我早就知道她怀孕了，废话，我早就知道怀孕了，用你告诉我，你说浩浩为什么出不来呀、啊、生出来呀、啊、哦算不上，你白来惹的，怎么了？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您的夫人给您怀的是一位令郎。哦，令郎什么？令郎，狼，白眼的刺眼来，我害怕，害怕啊！你等着，老刘，咱俩过。哎，这不是，我就不该来这个世上。令郎公子大少爷是一个男孩，男孩，令郎公子大少爷，没错。可是我们不能报喜不报忧，哟，我们保大人保不了孩子，哎呀，保孩子保不了大人。你看看他父亲生气，怎么办？怎么着？保大人保不了孩子，对，保孩子保不了大人，我都不要了。我老刘，老刘走，我掐。从这两个我们家给老刘挺开心的，知道吗？为了他，我都不要了，像话吗？都得要，都得要，老刘不要了。我都得要，都得要，怎么办吧？对，怎么办？您多花钱，多花花了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搁现在的话来说，啊，人民币四十来万。人，您会数数吗？四十来万，四十来万，四十来万，花这么多干嘛？其中有一位最贵重的药材，什么药材？铁甲将军一对，防盗埋，把我妈关起来，怎么看着烦心你们？啊，什么叫铁甲将军？文言文来说，铁甲将军就是屎壳郎。啊是，文言文叫枪狼虫，知道吗？屎壳郎，屎壳，那叫屎壳郎干嘛？哎，有用，有什么用？哎，屎壳郎，赶紧打发人去印度去买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你跑那么远干嘛呀？那屎壳郎不哪儿都有吗？找个垃圾场，灌上水全出来了。您说那是普通的屎壳郎？哟，您这还有不普通的？好东西得分产地。产地？阿胶啊，东阿阿胶。对呀、啊。橘红啊，化州橘红是啊，红花西藏藏红花，没错，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印度屎壳郎好在哪儿呢？离赤道近呢、啊、那怎么了？热呀，啊，到肚子里死不了啊。我到肚子里，林金龙，你看那个表情，热啊，到肚子里死不了，那热活着吃，那可不是。哎呀，赶紧打发人去买，去印度买，没有三天就来了，还真快，顺丰。然后呢，老快递的来了以后，嗯，老中医亲自看着你母亲吃药，吃这屎壳郎，这会儿缺半个腿少半个爪，完这钱可就白花了，活吃两个屎壳郎吃下去不到十分钟、哎、你是咕咕坠地平安降生啊，这
灵啊，没一个不灵啊。怎么呢？屎壳郎下去啊，推着你就出来了，你才傻呢。